据说这边是亚洲第一的滑翔机体验场，所以出亚洲之前，你可以先来这边感受一下。如果你不怕高的话，其实上去是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好。然后北海道现在几乎每到处，刚才我们车经过都是一片绿油油的，不然就是除非是有荞麦花就白色的，不然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要去搭轻，我们这滑翔机，滑翔机有没有？全副武装，期待吗？非常的期待，而且呢，亚洲第一，亚洲第一，全世界第一，国外的人，欧洲人都要跑来这边玩，有没有？现在先做好完善的安全措施。台湾第一，台湾第一，台湾第一个搭这个的，是的，台湾第一来搭亚洲第一，没错。ANA のパイロットより静かにおります。看，就是刚才他把人家拖出去了之后，他就放开他，然后他就会得飞回来。我等下就要坐后面这个被拖曳的这个滑翔机，就是他拖曳，他是没有动力，他主要是拖曳，然后利用就是在空中滑翔，然后慢慢滑回来。当然不是我自己滑啦，因为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士负责在前面负责滑。那基本上因为滑翔翼非常的轻，所以顶多只能坐，就是乘客只能够多坐到一个。那我刚刚看到这边有很多就是私人的滑翔翼，就是它里面就只有一个，被拖出去之后自己滑回来，应该还蛮多欧美人很喜欢这样子的体验。我等一下第三个我也要被拖出去了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然后啊，他帮我弄好好了，准备要出发了，哎。好期待哦，飞上天空不知道怎么感觉。OK， 出发了解。觉得很可怕，我是没有惧高症的，所以
ってるぐらい。はい、了解です。これ持ってました。はい、よいしょ、 よいしょ、はい、下がってジャンパー、はい、あ、うわ、うわ、好玩。